要大多啊。你爱吃鸡腿啊？这么大只。啊。好吃多啊！好吃吧，好吃嘛！好吃多，好吃多。阿婆吧。啊。这菜炒的好吃。吃多啊！这里灯光好一点吧，这里。这边灯光好吧？哪里灯光好啊？把灯放这里。啊，不用，我看一下哪里灯光好啊？我看这边。这边灯光好，这边灯光好一点啊。啊，还是这里好一点。灯光好一点啊、哦，这里能看到你啊，你看，反光不？反光吗，哥姐们？反光不？不反光吧？不会是吧？哦，不会反光是吧？好嘞好嘞，不反光，因为怎么有点反光啊？我这边看的。每天在开播啊，每天都开播啊，哥姐们。哇，你吃完一个鸡腿了，好吃不？好吃啊、哦。哎呀，还是算了算了。到了东西、啊主播是张江的吗？对，张江的啊。上海在下大雨啊，看不到。我们这里没下雨哦。过来，你交给我。哎呀，这个，没有鱼，应该没有鱼。
没有搞鱼可以吗？吃好了。你们都是哪里的呀？地方的。等一下，还是我打点汤去。我打点汤喝去。你不回我们湛江，天天下雨是吧？有空回啊，回家肯定要回的嘛啊。哎呦，这个汤好喝。盐参汤啊。汤包发一下我是吧？什么汤包发给你吗？这个汤包没有挂车，没有挂车，挂不上车了，你们啊。吃饱了，你说，喂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喂，一点高价，你洗一下手，吃饱了啊，我也吃饱了，干嘛？我再喝点汤吧，汤好了，这汤香多，这汤，我再搞一个那个鸡脚啊。鸡脚来，哟，鸡血给的。我给的，他拿给我给的。对呀、啊，给
们石宝开始刷锅了。你们又知道，我们漂亮哥也搞小劲了啊！在这里呢，啊，我吃饱了，我去洗个手先啊，我去洗个手先，我看看哪里有锅，洗个手先，洗个手先，吃饱了，洗个手，我吃饱了，阿叔你们慢慢吃啊，慢慢吃我，哟，你们家的锅这么黑呀，啊？对啊，这锅太黑了，这锅黑多，这锅不刷了，留着。今天不刷锅了，哥们。嗯，刷锅啊！我不刷了，哥们，我不想带货了，哥们，不想带货了，我不刷了。今天心态不好，不想刷了啊，不刷了。嗯，不刷锅了，有没纸巾啊？给我拿点纸巾过来的。拿点纸巾过来吧，下午再刷了啊，下午啊，给我点个关注，我下午再刷，可以吗？我下午再刷了啊，谢谢，哎呦，妈呀，手了吗？表情好可爱是吧？好可爱是吗？好看不？哎呀，嗯，坐一下啊，要不要坐一下？不坐了，我害羞多啊。我害羞多，我这个那个，你帮我书包拿出来一下呗。挺漂亮是吧？嗯。那我就回去了。啊？好啊。下次再来。下次再来。那我下次再来找你了。好，来来你们村，那我都不知道哪个是你家呀。我来，我，你下次来了跟我说。跟你说呀。啊。我都怎么跟你说呀？啊？你留我一个联系方式啊。哎呦，那不好吧？哦，留一个吗，哥姐们？留一个吗？留一个吗？留不留啊？啊，那留一个吧，留一个，留一个吧。那我来扫你了。嗯，啊，留一个。哦，从来都没有留，没有。啊，那留一个，留一个吧。啊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在你这里啊。啊，我，你点一下吧，你点我扫你。啊，啊，哎，啊好了，哎好了，好了，看到没有？下次来给我。发信息啊，可以，我下次来给你发信息，可以，好吧？好啊，好，嗯啊，那我走了。阿叔，我吃饱了，啊，我吃饱了，啊，是吧？那我走了，好，那拜拜，那你回家等着吧。我走了，阿叔啊，就走了啊，走了。你坐下。
不做了，不做了，我下午还有没有事了，我没有事了，那我走了啊，我走了，阿叔走了走了，拜拜，阿姨，我回去了，谢谢你啊，啊，啊不搞了不搞了，那我走了啊，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，拜拜，哎呦快点，走了走了啊。打鼓仔细啊，哎呀找哪个人找哪太多啊，哎呀找了找了找了找走了走了，嘿嘿，他怎么还在看我直播吗？啊，没你舍不得你走啊？哎呀，咱们走吧，哥们，下次再来了哦。嗯，你找到他会哭的，他舍不得呀。是你们舍不得吧，哥们？没有关注小静的，给小静这个大号点点关注哦。嗯。没事找个人给他化化妆吧，哥们。嗯，没事找个人给他化化妆吧，还是怎么样？那老板娘，我要必须给他安排一下呀。啊？那个，那老板娘，安排一下化妆的嘛。那老板娘在那里啊、哦。帮我喝吧，老板娘，在洗头发呀，洗好了没？啊？哎呦，老板娘，你这皮肤太黄了，好暗哦。你又不打扮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家给你安排点东西先。好的，你过来，你过来嘛。哎呀，你有好东西？有，好多了。你过来，好的，你过来嘛。等一下，我梳一下头发先啊。啊，梳一下头发呀。梳一下头发先。来这里来，这里来。这里来。有好东西，那肯定来了。啊，你过来嘛。等一下，我先。你皮肤太黄了，跟我一样，晒得这么黑。应该比你还黄是。啊？比我还黄？好像你今天晒了很多嘞。啊，晒吗？对呀，你是化妆啦、啊？你过来嘛，没，我就随便画画。你不要化妆？你过来嘛，你看嘛。来吧。你过来近一点。你看嘛，你看你都不够精神了，你看。对呀。刚刚洗完脸啊？是是是。我刚洗完脸，你擦一下脸了。我擦过了。擦过了是吧、嗯？哦，那我来给你。我给你涂点粉好不好啊？好的。你不化妆怎么行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漂亮，我这是气垫。哦，气垫，我脸搓一下，你给你画下来。这个是不是很贵呀、啊？这要199。哦，你试一下。画得这么漂亮，画给你试一下，感觉好吧？来吧，来是吧？嗯，把我画得漂亮一点，一会我要去约会嘞、啊。你要去约会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，那你交给我吧。刚好。刚好、哦。嗯。来来来，你看。哇，这样子一画，等下我出去，别人都不认识我了。什么感觉啊？很好。好不好？嗯，很好。心不心爽？心爽，很贴肤的哦。很贴肤的、嗯，是吧？还蛮好的嘞。嗯，我这个快要用完了，我这个快用完了，等一下，我这个都快要用完了。按一下就行了，你。不画，我们这是不卡粉的，直接涂。嗯。直接抹推开就好了。对呀、哦。你看嘛、嗯，直接推开就好了。你看，是啊、哦，这个两边画的对比就是不一样。没画完呢。嗯。直接涂就好了。
你还会这些，还会化妆的？啊，那什么都得会嘛。你看嘛。嗯，很贴肤的。舒服吧？嗯，好。看、哎。还可以哦。这多少钱呢、啊，老板？啊？多少钱呢、啊？这个？你要买一个吗？我想买嘞，这么好的东西不买吗？这个呀。嗯。100多块钱哦。那我。你平时用的化妆品多少钱啊？我平时用的300多。嗯300多啊！你看、这边，你看不灵不灵那边。对啊，这边黄黄的啊。啊、化妆机就是不一样，亮亮。你看，水嫩水嫩的。对对对。那个都给你画完吧。好的，来吧。你看那边，你看那边，对一下。嗯，就是不一样。不一样吧？嗯，不一样。哎呀，来，这边也涂一下，这边也涂。来吧。都涂晶莹一点，好看一点。嗯。涂一半，留一半就不好看了、哦，对不对？对对。调过来一点点，调过来一点，我好画一点吧，调过来我好画一点，一秒，没有涂水，这脸上什么都没涂，水也没涂，我刚洗完脸呢，刚洗完脸，刚洗完脸哦，对呀、啊，对什么也没涂，什么都没涂，服帖不？服帖服帖，清爽不？看上去就知道是欣赏的了，你看水水嫩的是吧，透气的。防不脱妆，不易不脱妆，防水防汗。这个一天都不会脱吗？啊，因为我要去约会的嘞，应该不会脱啊。不会脱，不会脱。好，怎么会脱？看这个，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嗯，就是不一样。你看一下。哎呀，美了很多嘞。你看了、啊？哎呦，太漂亮了！现在，哎呀，你看，女孩子嘞，没有丑的女人，只有不懒的女人，知道吧？对呀、啊。只有懒的女人，没有丑的女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勤快一点了。得要勤快一点，是吧？你这个还有吗？我想给你买一盒哎。你想有啊？这么好用的。我看看还有没有？你们要吗？哥，你们要了，咱们打个要了，对吗？我也不会玩手机，我直接拿现金给你买吧。不用不用，我没有啊。啊？我没有。没有了。没有、啊哦。那下次你来多带一点来。这个是咱们的美肌秀尔的，你们要啊？这在外面是199，199一个正装，一个替换装。正装替换装，咱们今天直播间下方小黄车活动价39.9，到手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，还有最后的5单，你们去拍，姐姐们拍张化妆品回去用，太好了，搞一单回去用，你说好不好？你老板娘你过来看一下，你那个你过来看一下，你要是把头发放下来的话，你更好了，看一下，我给你开个美颜都没开美颜嘞。看美颜就看不出来了吗？就这样子啊。你看，开美颜更好看，都没开美颜给你啊。嗯。你看，很自然的，不假白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不假白。一点都不假白，你看，服帖，你看。很贴肤的哦，你看到。不卡粉的，嗯、对。质地轻薄，哥姐们太好用了、嗯，又透气也不会闷痘啊，什么红丝丝、红痘痘啊都给你们遮掉，好用，哥姐们。我要多少钱？今天直播间活动价39.9，一个正装，一个替换装，下方小黄车。没有拍了，去拍一单，下方小黄车拍一单回去用，真好用啊，你们好用多啊，好用吧，太好用了，包装也上档次，包装它也上档次，送给女朋友，送给老公，送给自己，送给闺蜜必备，39.9，拍一单回去用。